Movement 时间都空下来了吗？韩流帝王 Super Junior 的全新团综 SJ Global 今天韩国时间晚上6点就要首播喽。成员们将以本名入职公司，光是这个预告短片，大家是不是也忍不住想问：总裁，公司缺人吗？老少联盟的综艺感肯定不会让人失望。Junior 最近正马不停蹄宣传第10张正规专辑，好了，小编就不多说什么了，先投放一段 House Party， 大家记得音乐和 MV 都要继续刷起来哦。